你有没有喝过这个呢？透明奶茶，现在台湾非常火的。我知道你是叮当猫，你也不用从口袋拿出来啊。你怎么知道那是口袋？那明明是肚子。哟，我们先试一下这个吧。这个是什么？这个你都不知道？我们先试一下吧。先是这个没标签的，它看上去是水，这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来敬杯一下，我知道就好。闻起来像那个其实很容易猜的那种果冻的那一种味道。不要闻，直接喝，闭着鼻子直接喝。人的嗅觉跟视觉是不可靠的，反正靠味觉。这很熟悉的味道呢，但又讲不出来，对不对？七喜的味道。不觉得它很像柠檬茶吗？所以是柠檬茶吗？它还有点茶味的，你不觉得吗？它的茶味很淡的，你还是能感觉有一点酸。因为你现在看不到那个颜色，可能你会感觉像，感觉像柠檬水、嗯。但其实当我跟你说柠檬茶的时候，你会品尝到它微微的淡淡的那种就茶味。再给你举个例子吧，维他牌柠檬茶。不是，它没那么甜，可能真的你说的对，视觉上的影响吧。我现在觉得有很淡很淡的味道。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透明有包装的，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奶茶。他说天然水。我们闭着鼻子，不要闻着，不要闻。对。是我错觉吗？我觉得像阿萨姆奶茶，但是它糖分好像没那么高。第一感觉是糖分很低。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材料，我虽然看不懂日文，但是它糖内有砂糖、高果糖、液糖、好吧，乳糖，还有一个我不懂，我不会读那种音。真的挺好喝的，很柔的感觉，它那个糖是很柔的，它透明的，好像都是把那些糖就是弄得比较柔。我会去做焦糖化处理吧，可能是。这个能喝到茶的味道，你刚才那个喝不到，完全喝不到，这个能喝得到。来试这个，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区别。普通奶茶，这种大杯吧。普通奶茶。不好意思，我喝了大半杯。就先不说味道啊，毕竟一个是新鲜制作的，一个是那个什么工厂式制作的。但在口感上面的话，可能为了做到透明程度，可能在奶制品上面可能是改成乳糖，它可能就是用乳糖来代替那个什么牛奶之类的。当这世界上那个饮料区那边有一堆透明饮料的时候，我们得考虑一个问题：到底是水还是饮料？我们要怎么买水？分开一行，卖水的在这一行，卖饮料那一行。我再试一下。它为什么下面写天然水？用天然水制造的吗？就自来水嘛。这个跟这个的味道会像一点。这个是 Coco 的那个什么英式奶拿铁奶茶。它这个是就这种英式奶茶是偏向于接近阿萨姆奶茶那种味道吧。嗯。就是。不过这个真的带着上班用。挺好的，工作时候喝。再给我倒一点，我两个再试一下。我开那个台湾奶茶，3块多吧，相当买一瓶依云的钱。依云是什么？依云矿泉水。嗯，台湾奶茶它还是就另外一种味道，奶精味吗？还是可能吧，因为这个还是有点牛奶感觉。总体来说，给这三个排行，你会选择哪一些？我会先选英式拿铁奶茶。次选的话就是这一款新的，台湾奶茶我都比较少喝了，这个比较划算，这个喝起来感觉是真的有那个奶茶的味道，反的那个透明柠檬茶我就觉得一般般，没感觉到茶的味道。不过我个人排应该跟你差不多，我会选择这个多点。下次去 Coco 我虽然说知道我这刀不会割伤我，但是我还是会赌的，好吧？我先试一下吧，就这样。因为它日本的这个透明奶茶不是
不是参照这个吗？不是参照台湾奶茶的吗？你看它的图片也不是台湾奶茶的图片。它参照阿萨姆奶茶吗？像我的话，我最近我是喝不习惯太甜的，所以阿萨姆奶茶我是喝不了的，但这个我还是喝得下去的，偶尔买一次还是 OK。 透明饮料这次其实我们比较想试的是最新出的那一款透明可乐。对啊，可惜没找到，如果找到再试吧。要不我们用七喜来代替吧。啊，愚弄一下观众，反正我们也没观众不是吗？怎么愚弄？拿七喜当透明可乐。那我就说啊，真的很像可乐啊，味道很像可乐、啊。奶茶都是真的是有点让我惊讶了一下，就是那么像奶茶味道。对，那么我想试一下它那个透明咖啡里，好像这几年来他们日本的透明产品增加了很多，好像听说是因为你刚刚跟我说过说是因为为了什么所以他们开始制造透明的饮料、因为他们工作不能喝饮料嘛，不喜欢看到有带颜色的饮料。对对，我是看新闻那个公司老板还说了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正确的，他说透明的感觉就是少糖了很多，喝起来都没那么大的罪恶感，就不会怕胖。我喝了之后我也觉得是的确是觉得糖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吧，但我也读不懂这一个东西，所以我也不确定它糖到底有多少。它100毫升里面有21卡路里，我估计它糖应该也是有几克的。其实这个可以买一箱，每天上班之前拿一支上班或者上课。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这个奶茶我推荐度要是有5分的话，其实我觉得3分。你不要跟新鲜的对比吗？如果你跟普通的奶茶盒装奶茶对比呢？没有，给3分其实算高了，因为我一般不买饮料。好，我们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拜拜。我可能买10次只有一次。买10次水可能买一次饮料都有，而且你只拿了刀杠。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如果未来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请在下面给我们留言。